狗仔偷拍紫红梅四叶草的夜里被压住感叹陪笑。SpaceX 成员紫红和大马国民女神四叶草正在热恋中，她因偶像剧《三明治女孩》的逆袭，人气也突飞猛进。11日，苹果直击她连上三个通告后，深夜终于带小黄回到家。同天，女友人在韩国，她形单影只，又累得半死，只能隔空传爱了。紫红日前结束粉丝签售会离开三立电视台，在大批女粉尖叫簇拥下上车，身旁一起走的还有张丽昂，两人上车后往内湖方向前进，最后在737祥夜市附近停下，继续下一个通告。他跟张丽昂合体玩游戏，天气闷热，他仍敬业地听命行事。终于忙一段落，紫红被公司同事接走，直奔林森北路五条通某韩式料理店跟其他友人会合用餐。没有女友四叶草在旁相伴，他似乎提不太起劲，有一搭没一搭跟大伙聊住，最后拿自拍棒来个合影留念。当天四叶草人在韩国，但不忘隔空示爱，在脸书 po 文表示人在韩国，心在下划线，要粉丝帮他填空。网友帮填上他男友紫红的名字。当天无意缘跟女友约会的紫红，工作结束后搭计程车返家，要拍到两人同框的画面，看来的再等等。紫红经纪公司表示，当天是和完全娱乐同事聚餐，目前以工作为重，感情方面聚少离多也能理解。据悉他9月份将有新戏拍摄，也将规划粉丝见面会，工作满档。